给你打一瓶饭料。他就是他出来东西不是有个大脚，我就给他打。闹钟，我一会儿要去集点腊肠吧。你去呗，我就是星星就一直租的，今天别租那么喝，咱大早那边去。我看那边便宜点，少租点。就是，就咱吃一包算了。走，老邓，赶紧去上，我给人家走了。走。这时间过得真快，可到又到年节，又该准备年货了。这个要去弄点腊肠。回来了，大不了玉米花出不来，他妈的回来了。在这儿等着吧，走吧，去吧。咱这个他们做好的腊肠是腊肉，搁那还是腊肠的？你说那个腊肠有腿肉好还是有啥？前来大门儿，你瞧上，要不这个有一点儿，一点儿弄啊。来，开个嘴儿。不开嘴儿都不说了，我得给这弄了点儿，实在麻烦。他那个边上的帽子不错。哎呀，为什么什么？嗯哥，今年挂的真薄啊！今年挂的薄。年是年，咱俩搁那摸着挂呢，今年是人家挂呢。嗯，咱的孩子休息不中。哎呀，真愁肠子了，这。今年就弄的肠。晾两天呢，得叫它冻一下，不能叫它粘一块儿。三天以后，明天。